大家好，这里是英明说国际。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以色列拒签反华声明。据以色列外交官表示，对于法国邀请以色列共同发表一份涉疆声明，以色列顾及与中国的关系，最终拒绝了法国的邀请。这名以色列外交官还表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除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涉疆议题之外呢，在对华关系上，以色列有着其他重要的利益考量。 很明显，以色列这种权衡利弊之后再做决定的做法十分聪明。而且，以色列为了进一步证明他们的侵华立场，还在媒体上披露：以色列不仅拒绝了此次法国的邀请，还偶尔回绝美国提以色列减少与中国来往的提议。其实，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媒体的阐述当中发现，他们的侵华立场似乎并站不住脚。 在今年六月份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十七届人权理事会上，加拿大就曾在美国的授意之下试图挑起所谓的反华联合声明，而当时以色列则同意签署了这份声明，如此表现似乎与侵华立场并不沾边。对此，以色列解释称，他们是在美国的明里施压、暗里胁迫之下才被迫签署了这一声明。 他向中国营造了一种以色列是在无奈之下才被迫加入美国的反华阵营当中。从以色列在对华立场上的表态，我们其实不难看出，以色列正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向中国表明，以色列无意主动挑动涉华议题，以方在尝试平衡与盟友关系的同时，强化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对以色列来说， 只要他们的外交准则大致与中国一致，中国就会奉行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其保持基本的贸易往来。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为了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以色列拒绝法国邀请发表所谓的反华声明，这难道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除此之外，乙方所说的偶尔回绝美国以及无奈之下加入美国阵营，其实他还是想表达。 以色列虽然对中国出了手，但还是希望中国不要恨他们，因为以色列受到了美国的胁迫，身不由己。实际上，好像也没有多少人觉得中以两国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好。以色列非常懂得审时度势，会寻找任何让自己不断强大的机会，所以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利益驱使。